简简单单的艺术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来同大家分享机器啦。今日分享的呢一款咧系刀鹏嘅油画系列，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一款打火机。其实打火机发展到依家，它已经不是单单的点火工具，它更多体验一个人的品味和精神层面的东西。所以一个成功出品的设计，就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一部分人的精神需求。虽然它有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，但是它依然保持着那个年代的艺术感、情怀，还有当年的样子。它记录着整个年代的人民精神追求。关注我，打开奢侈品的大门，带你了解更多不一样的奢侈品打火机。